龙宫大学自从创校到现在，致力于保存佛教传统，秉承王室旨意，凝聚佛教创建，推动社会和平。适逢今年是本校的133周年校庆，现在诚意邀请各界参与这个盛会。我们诚意邀请您光临在2020年9月12至13日设在本校的133年校史展览，并出席由本校校长尊贵的 Padre Barilla Gavi 教授在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及世界级佛教大学的国家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说，题目是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勇猛精进。另外，在2020年9月13日，在本校的阿育陀耶校园将会启建功德法会，功德回向列位先王及各位教职员，也会举办为大学发展基金筹款的活动。另外会向本校各位赞助人颁发纪念讲座。如果想知道更多，欢迎打电话联络本校0352480000，或者参阅本校的网页www.mcu.ac.th 及本校的 Facebook 网上频道。我们本着133年以来保存佛教传统、秉承王室旨意、凝聚佛教创建、推动社会和平的校训，热诚地希望各位出席本校133周年校庆，光临指导，千万不要错过。